龙这个愿意一点。对，嗯，我觉得主要还是两个女孩的接发球，嗯，我感觉谁处理的好一些的话，嗯，可能哪方就占优一点。前两个球小胖都是主动去丁宁的正手，嗯。2-3，减少无谓失误比较好。你看，为什么要想感觉要压？嗯，马龙丁宁，就他俩不太是。哎呀，就你其实想说的是失误，就是适应比赛比较快。好厉害！我记得战术意识非常好。对，是。他不会在同一个地方让你抓到两次。好球！好球啊！这球角度打得够开。嗯。对。运气球，这弹网之后还是落到了对手的这个半台啊！勾手，落点意识都真的挺强的，是这个控制确实好啊，9-7。还有，再来，太漂亮！里面是马龙和丁宁率先拿到了局点，10-7，手握三个局点。救回来一个。您再交流了一下，哇，打到了，10-9了。小胖，小胖这躲得可以啊！这是也是队友之间的一种配合吗？小胖是只要感觉自己来不及挥了，对，蹲了，又跳一个。好，现在来到10-10第一局，连续挑两个正手。逆转啊！哎呀，这是，但是第一场比赛的第一局已经是11-11了。哦，球！哇，又是，这11-7。当时就如果是赢就是11-7嘛，当时10-7的时候，但是现在打到12-12，这个心态谁输谁赢还真的影响很大。哇，现在是每一球打完都要沟通一下战术了。13-12，不发勾手，吃了一个，这样的话，好了，哎呦，哎呀，这球！漂亮！看看两位我们大满贯选手在第二局的调整。
没准备好的那球回来了。还是勾手，哇、哦，漂亮！敢打呀！这一局比刚才那局打得更紧张了，是，到现在比分没有怎么拉开过。质量太高了，第二局一上来，顾廷就开始发这个丁宁的勾手不转。不多，不多，一下就过去了。哎，好。这比棒。这边没有能够回过去。翻发球了、哎、哇，我现在反转那球质量10-6了，这样的话是手握四个局点再来没能够打上，直接吃了，这样的话第二局比赛关键的第三局，看看马龙丁宁能不能够赶紧调整好状态啊，毕竟是5局3胜的比赛。哇，放一点，嗯，控制的好，好球！好球！好！突然那个变，我还记得当时其实第一届2017年比赛的时候，当时刘主席来到我们解说台去点评马龙跟樊振东的比赛，然后就说樊振东的质量确实非常高，但是在变化上没有马龙那么的多，没有马龙那么的自如，但是试过了两，质量依然非常高，这质量越来越高之外。他对于场上那种判断能力真的是好了很多，对，都说孩子心眼开始活泛起来了，进化了，进化了，对呀，在这样的比赛当中战胜队内的对手，可能跟平时训练战胜他们的心态和感觉，还有确实还是这组的时候感觉丁宁马龙更有优势一些，玉玲这个在打在练双打，然后对面就是邱指导在1-2，哇，嗯，还想拧，在6个局点，马龙丁宁非常有希望拿下这一分。这样的话，第三局是果断的拿下了一分，把比赛带到了第4局。哇、哦，还有！哇、哦，好球！桂廷卓够凶。对，这轮的话反手，
比一的领先，在局分上。哎，啊，这是机会，但是打中，四比一。感觉地面这儿说有点。小胖今天还是，几个点抓的比较死，特别是抓丁宁过来这个球。七比一。再来，哎呀，这球想打一个另外的一个对角，但是没能够打中，桂廷有点懊恼。有假动作，然后想打左侧，这不是输要暂停。六分的优势，八，要拧，哎呀，这稳一手。看一下这个暂停回来，直接吃了一个。多拍的回合，五比九。还在台，哎呀，没有，差一点，五比十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这样的话，还是樊振东和顾玉婷先拿到这一局的局点。同样也是这场比赛的赛点。七比五。这样的话，十一比五，樊振东、顾玉婷再下一分，三比一获胜。那么，这样的话，马龙丁宁就要看一。